我问你在玩什么？滑梯。滑梯哦。在录影。哥哥，滑梯。你要跟姐姐一起玩吗？姐姐也要玩。他是强达人。不要乱取。我没有乱取。强达人。妈妈，妈妈。妈妈，妈妈怎么了吗？他说你买买的啦。哦，买买，对，姐姐买的，姐姐花了10块钱。啊，小强要溜滑梯嘛？哦，强制溜滑梯。是强大人，我小强，我不准你这么说。爸爸，爬爬。好，爬爬。爬爬要走楼梯啊！你要走楼梯，怎么会从下面爬嘞？那佩佩要玩这个。佩佩要玩什么？玩秋千。哦，乔治，爬爬。啊，阿爸，好棒！下楼梯，楼梯，楼梯，滑梯，滑梯，变跑步机了。楼梯，楼梯，楼梯，我是贝贝，那是乔治。爸爸，对，好快，好快哦！他溜很快吗？强强要溜滑梯，哎、欸、不对，他不是强强，他强达人。强达人溜滑梯。No. 他说 No， 他不准你这样用。我不配。哇，乔治掉了。蟑螂也要荡秋千了、啊。那我来隆重介绍，他是蟑螂。我想。姐姐那边有一只蟑螂。他叫，我来帮你想名字。那一只叫强强，这一只叫强达，这一只叫强。强。不要了，不要强，强好难听的。我踢过，好快！可以再一次吗？好，想爸爸叫。不然取台语名字也不错。哇，他也可以叫强小啊，比小强好听。哎，不会用，不会用，不会用。不要拿那个蟑螂玩具在那玩好不好？蟑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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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叫什么？